的教练都应该还是要跟球员做一个沟通。这一棒打得蛮扎实的，在左半边跳起来，还是被胡金龙接到，再回传到二垒。哎呦喂啊！哦，哦这一球，基本理论上是厉害，真正厉害，欢迎跳高后卫。原本想说要欧巴的一个状况，居然还是被他追到。那垒上跑者一发觉要赶快回头，因为有些都已经是比较提前来离垒了。哇，这个球胡金龙没有拦到了。玉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应该不太成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打得很强劲，掌握得很好。我们看到胡金龙这个在横移之后最后跳起来那个动作还能够做得这么好，哇，真是用最后用手套的前缘把球给接到了。是，我这个虽然是掉了一分哦，但这个接杀真是蛮关键的。那这一回当然邓志伟就因为他离本垒最近了，所以他不用赶，对，所以他先回去，这一回就非常的正确。以刘玉成来讲，他的